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 Andy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，关注我的频道，好用福利送不停。今天给各位小伙伴带来一款非常好用的翻墙软件，那么它在我的笔记本电脑上300兆宽带 WiFi 连接的情况下，它的速率随随便便可以去到5万加的一个每秒的一个速度，并且的话呢，可以秒开奈飞，可以秒开 ChatGPT 等等。可以说是非常的流畅，非常的好用。好的，话不多说，我们进入正题。OK，我们打开浏览器。好的，我们进入它的官网。这款加速器的名字叫蓝猫。那其实这款加速器呢，已经出来5、6年了啊。然后运行一直非常稳定，只是说它的知名度可能不是那么的高啊。那全球互联网自由访问，不受限制，保护您的在线隐私。那么流媒体解说这个网络优化永不断线等等，它的优点非常的多。最重要的是什么呢？它的全终端都支持啊，包括这个 PC、安卓、iOS，包括 Mac。然后，海量全球 APP 无限制的自由访问，随时使用啊，这个大家都非常熟悉的一些 APP，随时解锁，流媒体全解锁，视频网站随意看啊，这个小伙伴们非常熟悉的奈飞，包括这后面的一些啊，都是没问题的。关键是保护你的隐私，这个是大家都非常关注的啊。那么它的服务器呢，也是非常的多啊，全球1000家的。个服务器啊，涵盖了以下的这么多国家啊，基本上你需要的线路它都有。好的，我们来登录一下啊。假设没有账户的话呢，你随便注册，用邮箱注册就可以了。那邮箱会有一个验证码，输进去以后呢，它就注册成功。那有账号的话呢，直接点这里登录。登录以后的话呢，这边有几个快捷方式。啊，查看如何下载和使用它。然后这一边呢是一个优选流量的一个购买，这一边是可以邀请好友。那么它的节点列表大家可以看一下。那这是最快的，涵盖的这个这一些国家的和地区的。那么这是网页版的。那假设我们要下载的话啊，那可以在这边下载。那可以在这边下载，你需要哪个版本就下载哪个版本就可以了。当然的话呢，也可以在它主页这个地方下载啊，在它主页这里下载都是可以的。打比方，我们以 PC 端来做演示。那这一边的话呢，它有三个路径来下载。这个是安装版下载，就是安装下载这个应用程序的一个。那这边是绿色版下载，这一个是蓝州云下载。那我们就以这个推荐。安装版下载为例，我们点击下载。这边下载完以后，我给它另存一下。它的大小呢，有130兆啊，压缩包。好的，下载完成以后，我们打开文件夹，啊，我们给它解压一下。好的，解压完成以后，我们双击打开。那这边有一个安装文件，这边有一个安装说明，那这边是它的官网地址，我们直接右键点击它，以管理员身份运行。这个地方大家可以更改你安装的位置啊，安装路径。好的，安装完成，我们点完成。好的，我们关掉我们其他的一个科学上网的软件啊，我们关掉它。关掉以后，我们同样的登录我们的账号。OK，登录完以后，它的界面就是这样的啊。这一边呢是自己选节点啊，点开以后的话呢，大家看到这边有这么多节点。那这个右边这一边呢是它的一个延迟时间。那经常用 VPN 的小伙伴都知道，那这个延迟时间呢其实都是非常短的啊，都是非常短的。都没超过100毫秒，那打比方，我们随便打开一个节点看看。
啊。我们点这个地方连接一下。好，现在显示的话呢是已经连接啊，已经连接。OK，我们打开浏览器。我们还是以 YouTube 为例啊，我们看一下。顺利打开啊，顺利打开。我们随便找个4K 视频测试一下它的速度。好的，视频是正常播放，目前来讲是 HD 的。我们给它调到 4K，我们看看它的速度去了多少。那目前的速度去到23000。好的，我们快进一下。它的速度呢，稳定在17000左右啊，17000左右。好的，我们来换个节点试一下啊，把这个节点关掉。我们换个节点试一下。好的，我们再来播放一下。啊，目前的速度去到17000，我们给它快进一下。16000，现在去到22000，26000。速度稳定在21000啊，22000、23000。那这个速度的话呢，我们看视频肯定是没问题的。现在去到26000，速度还在一直上涨。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能不能打开奈飞啊？那大家看到这个打开奈飞也是秒开，也是秒开啊，一点问题都没有。那我们回到它的主页。那么这款加速器呢，它是限时免费的啊，限时免费。你注册新账户以后呢，它会有3个小时的时间给到你，限时免费。那你体验的话，它的流畅度够，然后它的节点适合你使用的情况下呢，你可以选择购买。那这边购买的话呢，它的套餐有3种套餐啊，第一个是标准套餐，那么这个是适合轻度用户使用的。那么它呢，每个月是有50G 的一个流量啊，50G 的一个流量。那么它的功能呢，基本上都是全功能的啊，基本上是全功能的，全球流媒体什么解锁，同时可以登录3个设备，等等等等，完美支持 ChatGPT 啊，这个我就不演示了。它的高级套餐呢，每个月是29人民币啊，这个日常追剧啊，流量是足够的，150G 给到你。那么特惠无限套餐的话呢，每个月是29.5。那么这个是无限流量，那么现在呢，官方有一个限时优惠的活动给到大家。假设你们试用以后感觉这个网速各方面都非常 OK 的话，决定购买的话，那我手上有几个名额，就是每月50G 的那个先到先得的一个优惠码。那么这个优惠码的话呢，可以让你得到一个50G 的流量。需要说明一点的话，那么想获得优惠码的呢？请点赞、收藏，并且关注我，然后在评论区留言评论。我会在评论区按时间顺序抽取第一个评论、第五个评论和第20个评论，我会送上优惠码，我会主动联系你。那今天的视频就介绍到这里，感谢观看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。